那么我和培训师是非常有情感的，我本人呢是作为一个外培训师。管理小组，这风险管理小组就在这风险评估的第二级，但是已经上升到联邦协调机制。听见？那比利时的疫情，我可以说分成三月一号之前和三月一号之后，大家明显不一样。从三月一号以后呢，病例明显增加。今天的活动呢，我们通过使馆的脸书账号啊 ，Facebook 进行现场直播，这样也能起到一定的治胃病的效果。同时，流水不服，不舒不度，运动在任何时刻都是对在。